第十六题，天母和蓝牙打工搬货物，天母在四秒内将十公重的物体等速搬到 1.5 公尺高的货架上，蓝牙同样将十公重的物体等速搬到 1.5 公尺高的货架上，只花了两秒，这两人所做的工及工略大小比较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晓得做工的公式是力量成位移，两个要互相平行，我们都将十公斤的东西等速的搬动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做的力量呢是一样的，同时我们都搬了 1.5 公尺高，所以我们的位移是一样的，力量一样，位移一样，所以我们的做工就会是一样，所以呢 A 选项 B 选项都是错的，没有任何人的做工比较多，两个人做工应该是相同的，而我们的功率是 P 等于 T 分之 W 单位时间之内所做的功，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做功是一样，所以呢如果我们时间花的比较少的，我们的功率就会比较大，那么天母花了4秒钟比较久，蓝牙只花2秒钟呢比较短，所以呢天母的做功呢会比较小，所以的功率呢会比较小，所以呢 C 选项呢是错的，那么只有 C 选项说蓝牙的做工功率比较大是对的，所以呢第16题问我们说，则两人所做的功及功率大小比较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呢选的是 C， 蓝牙的功率的比较大。